已经住院在科，三人赠生活。唯一生还者是夫妻二人的孩子，目前已被送往孤儿院。 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家吗？姐，苏西，你在家吗？有人在吗？ 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敲门了，但是没有人开，我就进来。没关系，怪我没听到。我叫方锦，是孙琦的朋友，孙琦介绍我来这里的。 孙琦的朋友，你叫我一下名就好。听孙琦说你是个记者。是，孙琦呢？他在哪儿？
他今天晚上有点事。这就是你的房间。对了，那边就是浴室，帮你放个热水洗个澡吧。没事，自己来吧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早上风凉，怕你感冒。谢谢你。你的这只布谷鸟很漂亮，是吗？上次季刚买的，我挺喜欢布谷鸟的。哦，对了，孙琦回来了。怎么样，住的还习惯吗？嗯，环境确实不错，装修是我喜欢的风格，尤其喜欢那个挂钟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童心未泯了？嘲笑我？我哪敢呀，大小姐，你现在是我的客人兼病人，我不得小心伺候着。哎，孙琦，嗯，你那位朋友好像有点奇怪啊。啊，就说佳明啊，他人就那样，看见美女就迈不开腿，但是他人很好。你就是想太多，这是不是你们记者的职业病啊？行了行了，我就随便说说。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。那孙大医生，我的病严重吗？房躁症，轻度的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你呀，别再做工作狂了。你就安心的在我这儿休养一段时间吧。最近有什么调查吗？有啊，在做一些关于儿童的调查。那不要爱心，哪有你有爱心啊？追一个女孩追那么多年，成功了吗？可能我做的还不够好吧。嗯，你的药，镇定和安眠，晚上记得吃。嗯，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把这个拿着，记得放松身心啊。嗯，知道了。你才是童心未泯呢。Thank you.
方姐，这是佳明的独创大手汤，佳明可是著名的大厨。听说了，熬了一天呢。小心，有点烫。谢谢。我记得你是单身吧？佳明好像也是单身。汤不合胃口吗？和汤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哟，佳明大厨遇到闭门羹了。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不欢迎啊？我什么时候不欢迎你啊？你就当我想你，就来了。太香了，佳明大厨的手艺啊，你不喜欢，我可很喜欢呢。佳明，一点也没退步啊。客气了。哎，方姐，你刚才……应该没什么，可能是最近工作压力大，虐待儿童案看多了。虐待儿童？嗯，我最近的调研课题是有关问题儿童的成因和后果的。说来听听。一场大火让一个家庭化为了灰烬，家里发现了三具尸体，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，还有一个昏迷在门外的孩子，还好孩子没有受伤，后来被送进了孤儿院。现如今有40%的家庭都有出轨的问题，而这一切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孩子。老君，吃这么少？我累了，要休息了。
才那个，那是哭声吗？什么哭声？你没有听到吗？听到什么？孩子的哭声，还有开门的声音啊！你幻听了吧？我可什么都没听到。再说，这里根本就没有孩子。奉劝你一句，你那个调查孩子的案件啊，别陷得太深了，小心自己找。你什么意思？听说过好奇害死猫吗？谁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。怎么进来的？我说我变进来的，你信吗？行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哎呀，天天面对着病号啊，我都要生病了。那你这儿是否是？什么病号？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患者吗？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你还记得他是谁吗？好像有点印象。他的精神问题非常严重，而且被他杀的那个女朋友，你猜怎么着了？怎么着？跟我们一样，也是个心理医生，是不是很讽刺？你可真够无聊的。我是无聊，哪有你有聊啊？你不是喜欢他吗？从哪儿翻出来的？你抽屉呗。我不管啊，今天晚上我要在你家蹭饭，会会你家那几位住客。这些话都是你画的，患者画的。我发现你说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儿童，因为儿童的心灵比较干净纯粹。至于他们，我有成就感。都说了，让你别再沉浸过去。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就是少了我喜欢的胡椒味。浩轩，况且这段时间不适合过于辛辣。这才是我喜欢的味道。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沙拉，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最爱吃这个。我好像没爱吃这个。不是你们，我记得有人爱吃。小七，介绍一下，佳明，奥军，我朋友，
方姐，我朋友兼病人。方姐，你有什么病啊？宝娟，说什么呢？方姐，别介意啊，宝娟这人就喜欢开玩笑。没事儿，我是喜欢玩啊。今天这么多人，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吧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大学的时候，我们玩的恐怖推理啊？我最喜欢和美女玩游戏了，快说来听听。听好了啊，第一个，有五个人去登山，中途的时候啊，失踪了一个。到了晚上啊，他们找到一个空房间，有人提议玩四角游戏，就是说四个人站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一个人去碰另外一个人的手。这个游戏四个人没法玩啊，要五个人才能玩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第二天早上啊，只有一个人活着，房间里啊多出四具尸体。你们猜发生了什么？哇哦，这个好吓人啊。孙大美女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有啊，第二个故事啊，是我和快递员之间的对话。快递员问我说，请问这个包裹的地址是？我说地址是 B 栋一楼，可我住的明明是 C 栋三楼啊。记得大学的时候啊，佳明听到这个故事吓得一年都没敢用快递呢。我只知道送件的不会特地的跑到三楼去问地址，其他的没发现有什么吓人的呀。你只猜对了一点，送件的是不会特意跑到三楼去问地址，之所以问我，是因为发件人就是我。可是明明住得这么近，为什么却要用快递呢？是吗，佳明？还有一个，某妇产科医院啊，有一名产妇生了一个宝宝。当天夜里，护士查房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宝宝浑身冰冷，没有呼吸，死亡了。死了？知道此事后啊，院方决定隐瞒，用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孤儿来代替这名婴儿。沈小军，按常理说，产妇生产的时候毫无意识，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孩子。可是当第二天院方抱着这个孤儿见到这名产妇的时候，突然发狂般的大叫，这不是我的宝宝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方姐，按理说你的病情应该有所好转了，但是今晚你突然发病也有点让我措手不及。我也不知道，吃完饭的时候沈傲君尖锐的声音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吵得我头特别疼。冯姐，你是不是对傲君有什么偏见？我倒是觉得更像是他对我有意见吧。还有佳明，他们两个都很奇怪。这真是你想多了。对了，孙琦，嗯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说。
这栋别墅里是不是藏着一个孩子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在房间的很多角落都看到过孩子的玩具和孩子的衣服。啊，那些玩具是我之前一个患者留下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呢。可是我今天晚上清清楚楚地在茶几下面看到一个孩子躲在里面。这不可能，方姐。怎么不可能？你的病人，那个孩子，他现在在哪儿？这样看到他就那么死在我面前，我却无能为力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是个意外。当时佳明和沈小军都在场的。那你有没有怀疑过他们两个人和孩子真正的死因？方姐，在生命中是存在很多变数的，我们谁都不想那样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漫长的等待下去？
怎么了？好，过来尝尝你这儿的茶点。大厨来我这儿蹭吃的呀？对了，你觉不觉得方锦这两天有点奇怪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感觉他对我好像有敌意。来，方锦呀，就是压力太大了，有点狂躁倾向。你说他是不是在怀疑些什么？怀疑什么？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没告诉我？我能有什么？怎么？你害怕了？我害怕，我当然害怕。我们的事情不能再被发现了。只是抱住我。
你相信我吗？ 房间，什么？对，是01号房间。01号是谁的房间？ 你总不会以为孩子是我害死的吧？ 我曾经深爱过一个男人，你和他长得特别的像，你们有一样的眼睛，一样的嘴唇，一样的声音，像的。 浩君。
这是你给方景开的药。这个你也知道啊？小瞧了我呀，孙琪，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喜欢你的聪明和你不该开口时的沉默。有些事既然已经成了定局，就不要强扭着改变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在给方锦做治疗，但是他的疯癫你也看到了。我不太懂。没事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还记得我说过我喜欢你什么吗？这里为什么有一朵花啊？
怎么样？我怀孕了。瑞瑞画的是你，我沈浩俊。沈浩俊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的瑞瑞？本来我想让你永远的病下去，既然你已经想起了一切，就不得不做个了断。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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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看到了吧，你爸根本就不爱你，你爸也不爱你妈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你爸早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，都是因为你。对下去的时候，他是逼着眼睛还是死不瞑目？你为什么要折磨瑞瑞？折磨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
方锦，你以为是你赢了吗？其实输的人是你。你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孩子，你没有珍惜身边的一切。我已经对不起他一次了，不能再对不起他。瑞瑞那孩子从小就自闭，方锦他已经很难过了。 现在他的死对他打击很大。你真的把他给治好？是的。你疯了吧？如果他的记忆恢复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担心你记忆恢复后，回想起孩子的死，是因为我的刺激造成的。你那个调查孩子的案件啊。 别见得太深了，所以每次加密，把孩子的东西放在显眼的位置，想要帮你恢复记忆，我就偷偷的都藏起来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帮助他恢复记忆，哪怕从陌生人开始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你害怕了？ 我害怕，我当然害怕了。我们的事情不能再他发现了。如果再计较他，他就……你想这样到什么时候？纸是包不住火的。我们的关系可以到此为止了。佳明为了救你，临死前还带着笑。 我现在才知道，血真的是个奇怪的东西。它从脑子里流出来是黑色的，慢慢稀释，才变成了红色，然后向四面八方蔓延，像一条条细小的蛇，窜向每个角落里。面对死亡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堪一击。 和你一样，都需要时间来治愈。我想离开这里，重新开始。好，希望你能忘记以前。你为瑞瑞剩下的最后一幅画，你拿着，有个念想。 死了，真是一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。可是我自己。
为什么一次都没有成功？佳明，我怀孕了。我怀孕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而且我们还没毕业，要不我们先把孩子打掉吧，等我们以后毕业了，有了好的工作再，而且我上学还佳明。你学的是西式厨艺，我爸爸留下的西餐厅你可以去管理，可是沈傲君能带给你什么呢？佳明，你怎么能为了他背叛？你怎么能为了他背叛我？你给我回来，你干什么去？分开。孙医生，沈小姐的情绪还有些不稳定，咱们的治疗方案。孙瑞琪年幼的时候，父亲说，出轨对象就是幼儿园里和他最亲近的阿姨。同时啊，他遭遇到母亲报复心切，那场大火也是孙瑞琪自己放的。他住进孤儿院后，一直患有自闭症。大学时，他学的是文化专业，有一个女朋友，也是有心理医生，
后来也跟他出轨了，他就是分了班杀害了女朋友，之后亲生的。之前他至少有一处有另一个，除了四个成年人，还有幼时的自己。现在占据他主人格的是一个叫瑞瑞的孩子。瑞姑娘叫声特别敏感，每出现一次叫声，另一个人格就会出现。瑞瑞，这儿为什么有朵花儿啊？Thank you.